地面的某些外送平台，全部个被外送站抗议，唔但只业绩变少，很少求，哎，甚至回转餐点卖钱，被外送站而自家先出钱。我从今年中挑一排大盒之后，外送站表示，挑价唔但只唔差大盒的结果，多见就唔限到几条交通。外送站原派就过一排适合差距向上介绍。据日本六十间外送站准备起奥多拜出发，韩国台北市街路用示范视察安全的理由，抗议入闸绕桥安全停车视察，海外送站增加送餐的时间，减少主分担，业绩没动手，因为签时间捞收到的钱回转公司，超过五千就会停班。这样，我们送餐有时候我们并不会一直去 check 那个钱啊，我们就是因为我要抢时间，我们就一直送，一直送，一直送，一直送。那我们送的时候，等到你发现的时候被停班的时候就来不及了。只是现在的单价太低了，根本就不符合外送员的成本，因为我们还要保养，还要机油，还要油钱，有时候停在大楼下面，为了帮客人送餐还要吃罚单。外送人讲，底下大众主分担不超多45元，国家公共金10元，落接单率有90%，昨天拿到5元，总共60元。不过大部分接单率是没办法到求生，所以平均一三年大众主分担，像昨天拿到55元。不过工会讲，业主一直唔肯坐下来打下。我还是觉得他立即要改善的事情，就是开放我们可以去沟通的平台，这些事情是最需要的。想要这个灵活运用、减少成本的时候，就说跟外送员之间是这个承揽的关系。但当他们要去片面的决定 Foodpanda 每小时的外送费多少钱，然后片面的决定要给他们多少报酬的时候，就又说这是一个雇佣关系。工会讲唔排除，但根本一开始发起不停息、不停气的罢工游行，每个月的年业十七，天天摆大盒之前，做得看到业主交通的生意。不过见到更多人加入外送了红线的生意，每本老字又评分么？制图又翻什么？变得很吓重要。下个新闻，请用准速无线特别报道。